他们俩穿的是情侣装哎。我删我自己。要活都能活，要死一个活不了。我家有一个这个，要这样。吓死我了！你步步惊心的，这不是有病吗？头上顶着个光头啊！你赏非常了得，得三房一厅。真的呀？啊！这是买房的，还有买药的，发财的时候到。来，拿钱快！本周三晚22点，海燕张华大颁奖，非常了得，敬请关注。